威风的他，双腿好似摩打，扭波踢波顶呱呱，有嘴巴叫到赞他，伸手最堪夸，小子最可嘉，振翻脚翻，日练夜练，真功夫冇巴架，踢得好夸啦啦，活力拼劲加两把。射波珠色创新，一丝不会差，攻啊攻，快抢攻，射下射射他吧，穿梭对手之间，独有脚法像幻沙，欢呼声与赞美出于他的脚下，攻啊攻，快抢攻，射下射射他吧，扭得好，踢得鬼马，可称霸只有他。大家听住，我而家宣布听日出赛嘅球员啦。啊，系。龙门就系健威，知道。后卫金井、川边、高岛、古田、中锋、岛野，系。小池，系。松木，系。德仔，系。至于两名前锋，右边就系反田。啊，知道。仲有左边嘅前锋咧，就系萧志强，系。啊，队长啊，不得了啦！戴志伟佢病咗啊！咩话？志伟，重生啊！喺听日嘅决赛度，无论如何你要打赢啊！志伟，志伟啊！志伟，我为咗要打赢你攞到冠军，呢两年嚟我搏命咁练习，而且听日我会参加决赛战，但系万一……你唔能够出赛嘅话，我点解要同你比赛呢？唔可以嘅，你一定要出场啊！远征欧洲的往事，啊，小志强，小志强，你等阵啊，志伟而家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不过我怎都要见下他，因为我有紧要事要跟他讲的。小志强，小志强，医生，志伟的病情怎样啊？由于他勉强继续比赛，令到膊头和脚都很痛，加上过度疲劳，而家佢发紧高烧，好辛苦啊！我而家好想知道大刺猬听日可唔可以出场比赛？唔该你话俾我听啦。咩话？小志强啊，你呢份人啊，实在太过分啦！大刺猬，呢一三年嚟，我不停咁练习，目的就系要打低你。我练成咗猛虎射球，听日我一定要出赛同你打过嘅。你听日会出赛？吓、啊？只系少少伤嚟啫。居然瞓喺张床嗰度，志伟，我睇错咗你啦！我识错咗你啊，真啊！小志强喺球场度啊，虽然大家系敌手，但系一离开球场啊，我哋就系朋友嚟噶噃。球场就等于战场，大家喺度战斗，并唔系玩嘅，根本大家系用命嚟搏噶嘛！你唔知咩？你要起身啦，志伟，快啲起身啦！你黐咗线咩？太可恶啦！两位停手啊！大家停手啊！唔好咁啦，祖苗。大家唔好嘈啊！嗱，而家你哋听住我讲啊，我会尽我所能去帮佢治疗嘅。听日刺猬可唔可以参加比赛呢？就要睇佢听日嘅病情点样啦。听朝早如果佢退烧咧就冇事啦，如果唔退烧嘅咧，佢就要喺医院嗰度住两三日先至得噶啦。无论如何啊，都要睇听日嘅情形而定噶。好啦，你哋唔使心急嘅，睇下听日佢退唔退烧先啦。刺猬啊！你
唔使担心嘅，智慧斗志好坚强噶，唔会输。振作啲啊，智慧，智慧，凯儿，凯儿显示史莱达，咩话？佢话卡尔牵丝史莱达，唔通智慧系啊？佢一定系谂起三年前远征欧洲嘅事啊！嗰次我哋去欧洲比赛，当时智慧发高烧，但系佢一样企喺球场嗰度。第六届少年足球赛闭幕之后，南国小黄队打赢咗，大会负责人派智慧做队长，组成全国选拔队，而且我哋将会代表本国远征欧洲同外国球队比赛。智慧同学，智慧，睇智慧吓，泰来，你哋好吗？嗯，智慧同学，好耐冇见到啊。啊，系啊，啊，仲有松山正富同埋王富添啊。好啊，智慧，智慧，由全国选拔出来嘅选手啊，全部齐集晒喺呢度，就算对手系欧洲啲坏巴西人，一跌都唔使惊噶。咁啊系啊，咦，做乜梁仔你都会啊？啊，唔通你都有份做远征球员之一啊？啊啊，你问得真系好啦。咁样噶，三探长本来同你哋一齐去，但系佢有病，所以自动退出。哦，所以我咧就有机会代替佢出赛咁啦。哈，我仲以为你走嚟送机嘅添。你讲错啦，我系嚟代替三探顺吓，都好啊！你梁仔你喺度零舍热闹噶，喂，系唔系啊？系啊，泰来讲得好啱啊！啊，真系噶！啊，泰来你咁讲系咩意思？我哋已经好耐冇见面。好啦。大家出发啦！刺猬，听讲你被选为代表队嘅队长喎，恭喜你啊，刺猬同学！多谢你啊，三探纯，仲有你啊，三探纯啊，你唔使挂住我哋噶，你好咁养病啦，知吗？嗯，梁仔同学，我唔去得，你要打埋我嗰份噶啦噃，交俾我得噶啦。睇得你个样啊，好似当正自己系正选队员一样。哦，哎呀，咪住我报啦，好吗？志伟，你小心身体啊，放心去啦吓。嗯，妈妈你保重啊。志伟啊，保重啊。唔想跟佢欧洲噶。志伟啊，你去到嗰边千祈唔好花心啊，知吗？啊，大头妹。嘿，听到吗？唉，羡慕你噶。唔好乱噏啦，唔好咁讲啦。运动会，所以觉得几好睇，睇得落系厌晒噶嘛。你唔停口咁食又几食得噶喎吓？嗯，喺大阪啊都有好多嘢食嘅。第一场比赛喺法国，嗰啲法国大餐啊，我真系好想试下噶。点啊，梁仔啊？你个脑啊，成日都系谂住食呢一样嘢嘅，俾你激死人啊！我哋喺打足球噶嘛。诶，你使乜咁紧张得噶？嗱。你睇下咁多队员啊，横掂我哋都系后补嘅啫，系咪？你咁讲啊，我仲有咩好讲？我谂大家梗系坐到闷晒啦。好啦，我有啲嘢想俾你哋睇下嘅，等你哋冇咁闷啊。欧洲少年足球大赛拍摄咗好多预赛嘅情形，系最近消息嚟嘅。啊？诶，唔该晒。除了特别重视本国球队之外，能够在决赛中出场的有七个球队，为了挑选这七个球队，在欧洲各地区展开了激烈战，其中最受人注目的就是这个球员了。今次大赛当中是最热门的人选来的，由西德班球员中选拔出来，前锋兼队长的卡尔牵丝史莱达，在欧洲少年足球界是被称为天王巨星的。天王巨星是什么意思啊？天王巨星呢，就是说很叻的人啊。哎呀，他真的叻得咁交关啊。没错，的确是很叻的。他真的这么犀利的。
佢嘅事我知道少少嘅，我系由杂志嗰度睇翻嚟嘅。史内达呢个球员咧，喺球技方面有小志强嘅刚，刺猬嘅柔，可以话系刚柔相兼，所以话系好叻嘅人嚟嘅。咩话？有晒我同刺猬嘅球技啊？啊？小志强嘅刚同刺猬嘅柔啊？冇错，就系咁啦。佢能够自由操纵个波，左右方向都可以射嘅，时速可以达到150公里。佢呢个波系闪电射球嚟嘅。哇，真系犀利喎！咁样佢系咪同我哋同年噶？唔单止系西德啊，法国、英国等各地嘅强劲球队，似乎已经进入咗决赛嘅阶段噶啦。我哋满怀信心嚟到欧洲各地，唔知道有冇本事打赢佢波刺猬。梁仔啊，既然嚟到呢度啦，咪同佢哋较量过咯。冇错啦，我哋既然代表自己嘅国家嚟到呢一度，点都唔可以输俾佢哋噶。卡尔献士史内蛋。等我哋介绍啦，而家呢位就系帮我哋球队打气嘅西德职业足球星探轩斯苗拉先生。好欢迎各位嚟到呢度啊！仲有呢位就系李家小姐，佢爸爸喺当地大使馆做嘢，对周围好熟悉嘅。而家开始做我哋嘅响度，我哋球队嘅事咧就要拜托佢照顾啦。我叫做李家，请多多指教啊！请多多指教。你一定系大刺猬同学啦，系咪咧？我、你的动态由日本寄来的报纸或者是杂志我都知道很清楚，我很喜欢打足球的，请你指教啊，大刺猬同学。是李家，介绍我认识啊。哦，他是皮阿姨啊，是法国选拔队的队长来的。好欢迎你啊，刺猬。关于你的事，李家已经一早讲了给我听的了。今次比赛我们大家一定要努力啊，知道吗？是，请多多指教，皮阿姨。好啦，各位，嗱，翻去酒店先，然后由皮阿姨带你哋去参观巴黎啦。皮阿姨啊，拜托你啦。啊，要我做响度啊？嗰座就有名嘅海船门。嗱，呢座系巴黎铁塔啦。洛素丹圣堂、塞恩河，哇！各位参观过巴黎名胜之后，有冇兴趣跟我嚟呢边睇下咁啊？吓！你哋一定会好中意噶。哇！睇下系足球比赛啊！唔通佢哋就系、是？系啊，听日就系各个球队嘅准决赛嚟嘅，所以佢哋准备去参加噶。系啦，点解我哋喺西德队里边睇唔到嗰个叫史内达嘅人嘅吓？佢啊，系咁样嘅，喺比赛之前佢多数唔会临急临忙咁去练习嘅，因为佢啊，系咪因为佢好有把握咧？啊，睇下嗰边刺猬太耐。好。系、啊。系。系。哇！真系犀利，睇下英国嘅选拔队啊！呢个球员就叫做史蒂夫，
是率领英国重建的球队的前锋来的，他当然是球队的队长来的啦。他咁大气力啊，连大人都会惊咗佢啊！系咪真系同我哋同年纪噶？我唔打啦！喂，皮阿姨嚟咗啊！呢几位咧就系由日本嚟嘅球员，嗱佢就系队长。请多多指教，史提夫。请指教。其实你哋匿埋喺本国打波咪算数咯，居然走到嚟欧洲同我哋较量啊，咁咪赚出丑嘅啫。你叫史提夫系咪啊？我哋不如嚟较量下啦。咩话？我小志强，小志强。好啦，我接受挑战。你啊，史提夫。小志强。咪住啊，小志强。你嘅对手一开口咧就睇唔起我哋啊，等呢个日本选拔队守门员林元三嚟奉陪你，就用呢个波啦。啊？睇下你有冇本事射入我手龙门，一对一比赛啊！咁样真系几得意喎！林元三，小心啊！刺猬，你放心啦，你对方系边个？有我元三把守龙门，佢冇本事攞到一分嘅。我呢一种射球系喺足球发源地英国嗰边学翻嚟嘅。好啦，睇住啦，快！等阵啊，史提夫。史莱达啊，咩话？点解啊？你做咩要阻止我啊？我唔系想阻止你啊。我是想劝你不要做埋啲无谓嘢啫。咩话？刚刚公布了今次大赛分组的事。A 组第一次会战，第一场比赛就是日本对英国。真系嘅？我哋嘅对手是英国队啊。A 组嘅西德选拔队因为喺本国另有赛事，所以失陪啦。刺猬同学，我等待紧同你哋日本队嘅比赛嘅。好啦，我哋喺决赛再见啦，史莱达。等阵啊，小伟，唔好忘记啊 ！A 组仲有我哋法国队噶之嘛。我哋行啦，阿王。西德队王牌球员卡尔宪斯史莱达喺决赛嗰阵同西德队决斗嘅，唔系日本亦都唔系法国，迟早你就会知道就系我哋英国队噶啦。志伟，点解会喺呢一个时候想起欧洲嘅事呢？我相信只有我才明白。三探笋，我听松山同学讲起关于刺猬同学的事。莉莉啊，大家都知道我曾经因为心脏病休养了很久的。在那个时候我周时都想起自己在球场上练波，而且还练得很辛苦还有比赛的事。三探笋同学，当时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的，一定是练波那种辛苦和病痛比起上来，就不觉得病痛是一件辛苦的事，所以我相信刺猬他现在可能和发高烧搏命决斗都未顶的，所以我相信刺猬他是绝对不会输的，你们放心吧。三参顺。是啊，小志强啊，你应该还记得在三年前远征欧洲苦战的滋味的。今次欧洲少年足球大赛的决赛，第一次特别参加的全国少年日本选拔队巴西队、南美洲队，他们的力量相等于欧洲各球队的，会战斗到怎样呢？ A 组第一次会战是日本对英国，很快就会开始了。好了，大家听着啊，我讲清楚你们听啊，这次远征任务是非常重大的，不单止参加比赛，无论如何啊都要打赢他们，能够为本国足球队争光的呢就靠晒你们了。没错，我的梦想就是在世界足球大赛到拿世界杯，为了这样我不可以输的。大家听住啊，西德的史莱达他很叻的。上半场刚刚开始五分钟，西德的队长史莱达用他的闪电射球想玩射三球了，不过优先到日本队出来，取得半分的希望很高啊。西德队今次令葡萄牙队完全没有还击之力。
上半场唔使五分钟就射入三球。呢、这个咁犀利嘅人，佢叫做卡尔轩斯史内特。我哋目前所能够做嘅就系打赢英国队，大家努力啊！嗯，好啦，大家进攻啊！系。日本队嘅成员有志伟同学、泰来同学、林元三同学、小志强同学、正夫和夫、松山同学、德仔、手中卫、龙一同学嘅，个个都系高手齐集喺度。英国队方面亦系相当出名嘅球队嚟嘅。嗱，而家咧，你哋听住啦，我哋目标系要射入二十球，即系要从你哋手上抢到二十分以上嘅。哦。吓、啊？哼，挂口挂得太早啦，你以为英国队实赢嘅咩？唔系噶，佢话明要射入二十球以上啊。二十球以上啊？你有至于你啊？你话二十球以上啫，有我一日把守住龙门，你一球都射唔入啊！喺打低史内达之前，首先就系你哋啦。日本队嘅英国队比赛开始啦，泰来，好力之位。直管嚟啦！让一火，原谅我吧，我满有信心，没苦恼的无惧怕。让我心向你跳吧，跳跃似火花，跨出每步怀自信，不空口讲话。啊啊啊！不开心永不想给，快些快些踢波吧。啊啊啊！献双手强敌